干嘛、啊？你在骂我吗？不是啦，我是说，我说什么？我说，操鸡掰，掰，什么掰啦？我想吃鸡巴。你好，要喝什么？好，他说他要一杯长岛冰茶，然后我要 Erica 特调，谢谢。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好。你不会觉得这有点太吵吗？如果他可以自带字幕的话，该有多好啊！哦，好啊，讨论。你刚刚讲话吗？说我们晚上要吃什么啊？你知道你讲话已经够小声了吗？而且声音是往前送的，往前面送的，你这样谁会听到你在讲什么？你觉得我会听到你在讲什么吗？而且当你在前面讲话的时候，你连唇语都读不到，我真快崩溃了。你以后绝对不准在我前面讲话，你也不准在遥远的地方跟我讲 OK。